热门搜寻地点，去年公布说这个春节大家最想去的前十大，台中的火车站跟高铁站名列前二名，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现象？哦，很高兴啊，表示台中市哈，那现在已经是全国全世界最热门的旅游地点哈，那所以大家才会进入台中市。所以我们的我有看到这个新闻哈 ，Google 里面，那全国最热门的交通景点，一个呢就台中火车站，一个是台中高铁站。那为什么大家会关注，而且就是热门搜索，而且就是会进入？那当然就是要来台中了哈。那也因此呢，我们会加强各方面的建设，那台中市也做好各方面的一个准备哈。欢迎大家来台中过春节，春节期间到台中来玩。那天气相对的稳定，那我们的市民很热情，那而且我们的山海豚，那我们有这个城市的这个风貌，但是我们有乡村的趣味哈。那我们有山有海有平地哈，那有这个传统啊数百年的历史文化跟建筑，我们也有哈现代化的都市设施跟这个建筑群，那所以呢这是一个最好的城市，欢迎大家来台中亚村，谢谢。